你好，中国新闻社、中国新闻网记者，我的问题想提给孙颖莎和王楚钦，想问一下你们觉得现场的气氛怎么样？有很多的这个中国的球迷，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呢？谢谢。首先，十分感谢能在异国他乡，在巴黎的这样的一个城市，能在赛场上依旧能看到很多的中国红，然后也依旧能听到非常熟悉的中文的呐喊和加油，为我和孙颖莎。然后我觉得也是，正是因为有你们这样庞大的力量去鼓舞我们、支持我们，才使得我们在这一次比赛中面对这么多的困难的时候，能够依旧坚韧不拔地去赢下比赛吧。